杂货的地方，正品啊，一些那种就是配件。而且我看到那一台是什么？这台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娱乐，对娱乐，怎么会有一般人家里会摆这个东西啊？你们终于知道板娘赌性坚强了吧？是谁的？这主人是谁的？这是我买的。饭厅嘛，饭厅也都是。其实我们饭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的饭厅从来没有吃饭过。就是这种工作桌，工作桌，就是这种状态。是这一间吗？可以看吗？请。然后这又是个舒压的东西，这样。自己压力有多大？板娘压力很大。传丢，等一下会被你发现那种东西。这开卖了吗？这个有卖，有卖出过。可以拿下来，请拿，请拿。然后后面像另外一只佳佳，我觉得这个风格真的很酷哎！这个在穿在街上，我跟你讲，大家回头率百分之百啊！我的老天爷啊！你就是一只绵羊，还有尾巴，还有尾巴，对对对，看一下我鞋子里面到底有没有袜子？对啊，他没说鞋子，袜子不会常常洗。有时候要穿，直接从鞋子里面挖出来穿。因为他可能穿的是除臭袜，所以比较多点可以啊，还算干净。我太低估两位了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还想要考验两位的一些甜蜜跟默契指数。第一次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一片空白。车上。求婚的地点在哪里 ？No。跟甜甜大一个，知道？你看多气氛，所以他都没有想要再补一个浪漫的求婚。我觉得可以让他准备在十年。我就是现在做门票。太烂！帮你画法令纹啊，我画个刀疤之类的。请记得锁定四季线上影视，记得要看哦。